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敢让本少爷等。最近是不是就没有乖乖睡觉？脸上都可以看到小细纹和毛孔，还不是要我照顾你？喏，我给你准备了娇韵诗双萃精华，这个双管是为了让你的皮肤达到完美的水油平衡，所以两者不可切分，就像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。我最近常录节目录到很晚，我都是靠它来达到最好的状态。所以你的问题就交给我，肌肤的问题就交给他。给你的礼物天天用知不知道？等我回来检查哦。嗯。